過去咗幾年咧，我哋香港大學咧，其實喺好多動物裡面都發現咗一啲新嘅，甚至有啲係未有試過感染人類嘅一啲病毒。咁而家咧就包括咧一種咧嘅 B 一種嘅即係新型嘅冠狀病毒咧。咁啊喺香港大學喺歐洲嗰邊咧攞到樣本翻嚟核對之下咧，就發覺同佢哋喺蝙蝠裏面發現嘅一種新型嘅冠狀病毒咧係非常接近。雖然咧同係冠狀病毒，亦都喺蝙蝠，但係同沙士嘅冠狀病毒咧係屬於一個唔同嘅分支。